林允是现在炙手可热的星女郎，因为出演了周星驰的电影《美人鱼》而大火，如今依旧非常被星爷看好，接连出演了《美人鱼2》的女主。四日正在剧组拍戏的林允在微博小号晒出了腿部大面积淤青的照片，她还询问网友道：“请问是因为瘦才容易淤青吗？”照片中可以看到林允腿部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想必是在剧组拍戏磕碰造成的，这着实让喜欢他的粉丝们心疼。林允最近也经常因为暴瘦登上热搜，身高1.69米的他体重减到只剩下不到90斤，再看到这一腿的淤青照真的让人心疼。又有网友写道：“我也经常淤青，是不是血小板太少的原因？”林允也亲自回复：“这样子呀，这也可能是因为节食导致免疫力下降造成血小板低的，粉丝们还是希望林允能多注意身体呀。”